是中国新闻社驻韩国分社记者刘旭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首尔市中心市厅地铁站附近。7月1日晚间，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，目前造成至少9人死亡，另有数人受伤。现在在事故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残骸以及多辆消防车和救护车。